这种东西有办法一个人举得起来吗？爸爸，尴尬的事。爸爸，现在没有力气了。没有。主家具第二次，这次要煮的是柜子。好，那么开始吧。Go。Go， 你刚才在比什么？说我一个人煮啊。好。我好重啊。这个太重，直接破坏。哎，掉了，掉了。板子。隔层板。最后。好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整瓶是这么重。哦。更重。来来，我来。要轻看一下。哦，这两个比较轻。我猜这是四的角落的板子。哦，恭喜你猜对了。第四分之三，这是四分之四。我们今天应该从一开始猜的。一的。哎，我明明就有写号码，你又不听。哦，没有，全部都要猜了。我这样会有点吃力。吃力吗？那就先小片先取出来，然后大片先拿出来，小片备用。好，直接拆了。刚刚我去工具了，有任何东西给我。拍不起来啊，要洗的。怎么会这么重？已经没有力气了。这样才应该才是正确的方法。小姐妈，来啦，不要丢了。来，小礼物的。还有，好像还有还有。小心后面是墙。其他应该就是小片的。对，小片的，好，这不用拆了，放旁边，再放旁边。尴尬的事，然后你要说。尴尬的事，爸爸肚子饿了。四片大片都已经出来了，这种东西有办法一个人煮得起来吗？我们再拆第一箱。爸爸现在没有力气了。这块是干嘛？这块是底板吗？不是啊。哦，这是左右护法。我们出配件，光拆箱就拆这么久了。这个，两片大，四片小，一片这个，哎，怎么会呢？一片这个，一片这个，对，两片这个，对，二十片这个，一二三四五六片，二十片这个，对，好，我先检查，一片这个，对，这是绳子做什么的？不晓得。二十片这个的，二十片。对，二十片这个。二十片这个是你现在在做的。一片这个。对，两片这个，对，这个80个，80个哦，你帮爸爸数吗？好，那我来帮你数。木头数80根。
七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少了一个。少一个。哎，这里有，八十 ，OK， 剩一个而已。好。6、7、8 ，OK， 八个这个我要试试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八个 ，OK， 到八个喽，完成喽。好，16个这个，12个这个，嗯，对。4个这个，4个圆圆胖胖小猴子，4个这个，好了，对不对？都拿到了，对不对？下一页了。完，最后啥？啊，这样。破破龙倒了。对啊。破破龙，我也是要的。啊？没带路。有了，倒了。OK。OK。Yeah。所以你们两个可能没办法帮忙吧？啊？哪个需要帮忙？这是底板，然后这是冷的打哈欠，等我冷。底板最后再来。侧板。大家，你要回应，要有回应才对啊。确定？不是吗？这是旁边的，这才是侧板，这两个侧板，那个是天花板。对，这个是天花板，这是底板。好，我想一下，它好像是从这边抬起来的。我可以坐这吗？所以天花板要在这里，底板要在这里。那你去沙发。来，帮我先帮我扶着啊。侧板、底板，侧板在这里，天花板在这里。这样爸爸就不会发现我们的。哎，爸爸，这根本就不用扶啊！妹妹，放开。爸爸，这根本就不用扶。小心一点，一下。然后这个肩想把它扶起来，这样有点难，就是有点不耐烦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有点难，最近有点难，这是虾米啊，有点难，准备扶起来，这边用敲的，现在敲会被楼下抗议。所以收工了吗？好像只能收工了。收工。好，今天先做到这里了。这要用敲，茶水要用敲的才能敲进去。收工，这是底座，放最下面，侧边倒数第二片，小片的，好，顺序对了。
这个接下来是这四片一块，四片一块一块一块，侧边抵住收工。然后明天见了，明天要不要请假了？哎，我有四三刚到家，我想说趁现在还六点多来把这个木摔把它给弄上去，免得等一下想要想办法弄好，免得等一下晚上太大声就没办法施工了。好，开工吧，开工吧。把那个书包。爸爸，我等一下想要上这些。我比较想要上这些。哈，爸爸，我可以上这间。我可以上这间厕所。啊，你们先出去。爸爸说好哎。昨天分类好，今天做起来就比较快。爸爸，今天吃油鸡炒饭，然后我们刚才增加了一个。
叫米猴屎，叫猫咪屎。是啊。嗯，可爱吗？可爱。最后是一个螺丝，要收工了，要收工了。你要好锁的话，底下会不好转，所以是垫在底下，大家都要垫底下，就你这里比较好转。最后一根螺丝，我录了，做了37分钟，好，都锁完了，收工。哦，回家做了38分钟31秒，收工。接下来就是那个底垫粘上去，搬起来。如果我搬得动的话。流了好多汗，拜拜。啊，先来吃饭了。来，今天晚餐，因为小胡跟妹妹要去学弹钢琴，所以今天礼拜三都是外事。先抵住。这个沿着墙喂。先用杠杆原理，用它稍微。这样，这样会比较好，会上来。厉害哦！哦，刚好没有拍到，一般起来不会很重，可能就两种方式。我现在两种方，一个放方向，两个方向箱放这里，然后再放这里。另外的就是这个推到底，也是可以。哎，推到底会卡到这个哈，对不对？卡到窗帘，所以基本上这边还是要有东西。所以防潮箱放这里，这样。那防潮箱也可以放这里，不过这边可能再放一些杂物啊，吸尘器啊，啊。铁架。什么铁架？哦，铁架也可以放这里。或者铁架。可以放几个？两个。或者。两个。这里可以放相机。横着放两个。两个，一个60啊。60，拿皮尺。哦，60，那120，这130。对啊。39。所以可以哈，也可以啊。